接下来你将解锁六种语言的打招呼或者问候方式哦。Oh my god！ 卡拉亚米口语世界语第一课开课啦！跟我读：沙、塞、西、苏、苏、拉、雷、里、罗、撸。自己读：塔、泰、提、托。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把沙同学、撸同学再叫一个小偷偷，组成了这个单词，在后面加一个嗯，试读一下：沙撸通，沙撸通。Saluton, Saluton, 恭喜你啊！现在世界语的你好 ，Saluton， 你已经会说了。接下来你将解锁六种语言的打招呼或者问候方式哦。首先，法语 ，Salut， 既是你好，也是再见的意思。罗马尼亚语 ，Salut， 你好 ，Salut， 你好。意大利语 ，Salutare， 是问候祝福的意思。干杯的时候呢，除了说请庆之外，还可以说 salute salute， 为你的健康干杯。西班牙语 saludo， 干杯 salud salud。 葡萄牙语 saudar， 干杯 saugi。 英语里面有一个同源词 salute， 是敬礼致敬的意思。哇，是不是觉得自己超厉害啊？赶快把这个视频一键三连外加转评赞给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你学会了包括世界语在内的七种语言的打招呼或者问候方式，给自己鼓励一下。接下来我要加码了哦，跟我读：妈咪咪摸摸。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咪多留一会儿，再把小他留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把画圈留下的同学组成一句话。有没有来擦黑板的同学啊？这些就是刚才我们所有留下来的音节同学们，有小撒、小撸、小通、撒撸通，还有小咪和小他。好，我们现在把小他变一变，前面加一个 s， 后面加一个 s， 试读一下 estas estas， 连起来 me estas me estas， 我是谁呢？ me estas Shani， me estas。录视频的时候楼上装修怎么办呀？2000 years later， 不想了，快。 Mi estas Shani Saluton， Mi estas Shani Saluton Luna， Mi estas Shani Saluton 小明， Mi estas Shani Saluton Mike， Mi estas Shani Saluton Alessandro， Mi estas Shani Saluton Alciui， Mi estas Shani。Bravo！ 对话现在大家也解锁了，现在再回头看看刚才读的这些音节，哎，为什么每一个上面都有 a a e o u 呢？你看 a a e o u， 这些就是世界语的元音字母哦。啊 a e o u 是不是和英语里面的 a e i o u 是一样啊？就是发音不同，所以根本就不用特别去记，这已经记住了呀。我们刚才读的这些，一个辅音字母再加上一个元音字母的组合，就叫做一个音节。世界语的单词就是各种音节排列组合的产物。会读音节以后，就算你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也能准确无误的把整个单词、整个句子、整个文章读出来。Oh my god！ 跟我读 ：mano、suno、luno、tasso、amo、tomato、leono。哇，
了呀，要我学会了七个单词，是不是像拼拼音一样 ？So easy。世界语呢，它是一个字母发一个音，会读就会写，不用特别去背单词啦。世界语的第一课，我们一共学会了16个音节，7种语言的打招呼方式，1组句型对话，7个单词，还有5个元音字母。哦，哇，好累了呀，给自己鼓个掌。会说世界语的美食主播，记得看我登峰造极的美食视频哦。下一期咱们该聊好玩的啦，跟你唠一唠美国、巴西、刚果等等国家的世界语者，怎么给我整破防了？哦，温暖到不行，一键3连再走啊 ，just 啦。